来看一下这边微博，我觉得是要争四跑的，这套阵容拿出来就是要争四跑的。但艾丽这，我确实没想到艾丽掏了个蜡，像是还是个底牌挽留带传送的蜡，像是前期传送拉近距离，怕这边开个过山车呀，什么飞天遁地呀，搞一波蜡像师，我很难评价吧，因为我觉得艾丽她本身保平就能赢。刚刚给大家讲到就是蜘蛛红夫人，两个不晓得有多香，非拿个蜡像师，可能是想要替蜡像师证明我艾丽国服第一蜡像师，我就要在这种关键的局用我的蜡像师拿下这一局。这边的话喷蜡车站应该是没人点的，所以说这边过来小铁咒术，没有交互点可以支撑的话，应该是要吃一刀了。左右晃，左右晃，想拖出飞轮吗？一刀打中，90点蜡，而且这边伤害打出来了，98点蜡，能不能喷得到？喷到的话落地有飞轮，还行吧，交个锅拉开身位。这边板子一下没有直接倒地，但后续这张地图你别说啊，蜡像师确实也能发挥，原因在于这张地图都是一些矮建筑。交个锅往前走，拍板子抽刀，小铁玩得很油，玩得很油，60多点，砸头，这波砸完头往前面的板子再绕。不得不说小铁溜的是真的有点好，真尼玛好，好是真好。这个咒术是玩的，我本来我的印象当中一个咒术是压根溜不动蜡像师的，你交个姑我在你上铺点蜡，你交个姑在你上铺点蜡，你这定住了，1分50秒，哇，这一把小铁秀是真的很秀。三台机挂上人，三台机佣兵来救第一波人，杂技后续有搏命。三跑的可能性我感觉我看得到，四跑的话还不太好说啊。就他真的是个泥鳅，你们感觉到了没有？就非常非常的油滑，这边要封这个窗，让大龙来救第一波。现在身上76点啦，一刀打好人救下来，两个人拉开。小铁这边的话往死角走，好像并没有准备再溜了，就是死角躺好，这样的话呢可以确保，因为他当时不往死角走，往哪里走呢？往鬼屋走，他的位置会跟这边玩具商重叠，有可能会引发玩具商的一个双倒。玩具商这边的话是跟佣兵碰头修全场最后一台机子，杂技这边的机子应该能修掉。后续杂技这边是选择贴门呢，还是说要过来打架？我觉得杂技还是贴门吧，佣兵一个人就艾丽这边应该是丢蜡块去封那边密码机了，丢个蜡块封密码机。咒术师待会儿救下来有20秒的搏命，手里面接近两个孤加一个飞轮，操作空间还是有的。佣兵这边蹲着，不想被逼救。46的密码机，看一下镜头能不能给个杂技，我们看杂技在哪里。这边还要丢蜡封，杂技也过来了，妹克这边也过来了，定住，哎，这捞得下来吗？震慑，但是人捞下来了，捞下来以后帮忙扛，好的，一扇门扛住 ，nice， 不错，杂技也来了，这边继续去管密码机。密码机被封的其实挺难受的，咒术师手里面两个孤，佣兵这边还没倒地，杂技给了一颗减速球，这边的话没能卡住，能不能保进鬼屋啊？在这个地方绕不绕得动哦？现在二阶蜡，热蜡，先封你技能，好的，这一波封技能，咒术师交个小孤，93点蜡，
这边的话杂技再一次卡住，好的，成功的进到鬼屋，被迫艾丽这边选择换挂这一手佣兵，他想要挂到大龙那边去。咒术师是上挂飞，上挂飞的咒术师也要过来吗？这边的话要继续封机子，半血的杂技手里还有一个搏命，杂技手里还有一个搏命，捞下来拉开，好，所有人全部拉开。这边的密码机是一碰就亮的，艾莉不会切失常吧？不要切失常啊，这个失常切了可能要出事儿啊，那失常切了全员拉散了，你这为什么要切失常啊？这失常多不稳，你开门战即便四人开门战，你切个闪把人挂了不好吗？卡住了，我的老天，这个时候你跟我说卡了，挂上了杂技，佣兵倒在地上，咒术师来救人，密码机压好的，这里上挂飞的咒术，佣兵起来了，佣兵起来了，砸个板子，咒术师小铁能定住吗？定住了，起热辣，一刀躲掉，这边有三层大锅，捞下杂技，两个人拉伞，咒术师上挂飞，那这边佣兵门已经点上了，杂技应该也拉开了，玩具商两个人一起开车过河，拦不住三跑，比赛进入第三局。哎，我真觉得艾丽这个失常没必要啊，你这失常不稳啊，还好这边咒术师，就还好他定住咒术师是起了一个不插刀的开门战。这把微博是打得真的好，我觉得艾丽这个蜡像师掏的就不是很好，然后他的抉择嘛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还是有点风险的，万一真被四跑怎么办呢？开门战这个失常就没有用了啊。这把也是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顶级求生者的一个怎么说呢，韧性吧。